文化部政务次长杨子宝到东京艺术大学参加绘画展，欣赏台日新锐艺术家的现代画作，共有七名台湾、六名日本画家，独一无二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多様な民族文化と豊かな精神世界を特色とする台湾で活躍するアーティストの作品を紹介し、日本の文化や伝統をもとに個性豊かな表現を確立しているアーティストと対比させ交流することは、アジア芸術の大きな礎となり、日本と台湾の芸術文化が世界に広く発信されていくことにつながると期待しております。这项展览在东艺大开幕，驻日代表谢长廷和东艺大校长泽和树等上百人出席，场面热闹。杨子宝感谢东艺大支持这项合作计划，更表示明年将推动更多文化资产和艺术修复方面的合作。Petit à petit, oiseau fait son lit。他的意思说，一点一滴的那个鸟就可以建立一个坚固的鸟巢。那台湾的文化部希望能够跟东艺大一起合作，帮年轻的艺术家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鸟巢，让他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过去四年都有在交流，跟日本交流。我认为这个可以让第一个跟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更好，第二个也可以让我们的艺术水准更国际化，跟得上国际的脚步，互相学习。文化部和东艺大合办的台湾文化光点计划迈入第四年，这次主题是台湾日本现代绘画的未来与可能性，期盼台日新锐艺术家切磋观摩，相互激荡出更多创新火花。